你要逛是吧？不要啦，先赶快点那边。要不要我看看好不好？他在问什么？雨伞拿出来呀、啊，很热呢。看这里哟、哦，看，老公，老公，穿棉袄。什么棉袄？很热是吗？一零高哥，一次不要丢太多，一次不要丢太多，先这样。他不吃了。不要太靠近他，他会害怕。他有一只眼睛瞎掉了。好可怜哦。他眼睛瞎掉了。不要他不要吃，他不喜欢吃。真的、哦？来挑，那捡起来，捡起来，他不要吃就捡起来。他有吃吗？就很挑，我打你哦。来，陈翔宇，陈翔宇不要挑，不可以这样哦。哎，飞走，无所谓，不能他走。哦，他不要吃就把那个捡起来。你们在干嘛？把冷气吹出来。要让他冷下了吗？他里面是办公室吗？冷风吹出来是吗？太阳晒得太大了，好热。刚刚里面的人一直在看我，他以为你看明明就跟你写 next， 除了 next， 你还在那边。